中国东盟高官磋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外交部门的重要年度对话合作机制。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磋商，回顾与展望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重点就新形势下推进中国东盟关系和东亚区域合作深入交流，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积累更多务实成果，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